可爱大男孩蔡昌宪闯出一片天。大家好，我是蔡昌宪。已经横跨主持、戏剧、歌唱的艺人蔡昌宪，因小时候表演欲就很强，从国小到大学都很喜欢出风头，不管是演讲还是歌唱比赛，只要学校有活动就会勇于参加。他在生活中其实是一个感性的人，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是个会把喜怒哀乐表现在脸上的大男孩。他自己承认笑说，他是连看新闻都会掉眼泪的那种，就是看新闻会哭。想知道蔡昌宪私底下到底有多可爱吗？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面线，欧阿米索大肠面线，没有加香菜。目前最烦恼的是什么？最烦恼的是，隔天就要开拍戏了。那怕鬼还是怕胖？怕鬼。看异性通常先看哪里？那腿长跟胸大哪一个？那郭书瑶妈妈、许若瑄、隋唐，你最爱谁？郭书瑶妈妈。郭书瑶妈妈、许若瑄、隋唐。是啊，妈妈，你是老公妈妈。妈妈，好，那经纪人最常给你讲的一句话是什么？你太胖了。对，你太胖了。现在有几位女朋友？一位。平常最喜欢吃什么点心或零食？咖啡配饼干。睡前会做什么事？洗澡。普通朋友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普通朋友的朋友以后别做朋友，哪一首是你的歌？都没有。普通朋友的朋友啊，普通朋友们，对啊，普通，你有念到吗？有啊，普通朋友，对不起，普通。最喜欢上面哪一首歌？普通朋友的朋友，普通朋友的朋友。歌名倒过来怎么念？有通，不是，我大的台语怎么念？买麦当劳。壁咚的台语。壁当。喜欢粉丝说你们好帅，还是粉丝说你唱歌很好？你唱歌很好。平常有垫鞋垫的习惯吗？没有。最想当电影男主角，还是发个人专辑？个人专辑。最满意自己身体哪一个部位？牙齿好了。好。口头禅是什么？尽量给。请问洗澡的时候通常会先洗哪里？洗头，再洗脸。目前手机的来电打铃是什么歌？普通朋友跟一是三角。最近看的一部电影是什么？麻辣间谍。啊，麻辣间谍。最希望谁当上海贼王？我。现在采访你的媒体是谁？文化大学。文化一周，谢谢。文化一周报道。